咱所有全国的甲友，也大家安安吼，也咱这个吼民甲天地，也今仔日来采访的，会使讲吼，咱敢若捌听到名，也毋捌看到伊的本尊真面目，也这是会使讲吼，啊，伫咱分教界当中的也非常无简单的这个人物，伊是吼做医生，也足爱饲蚊鸟。也伊即马目前是退休啦，伊院长吼，即、這个黄院长啊，即、這个黄俊雄啊，当时人咧介绍是讲，甲黄俊雄我著捌伊个，我甲伊真熟，伊咧做布袋戏。其实即个黄俊雄，这是医生，这是院长，也会使讲非常的有名伫即个医界。但是退休了后呢，也伊来饲即个蚊鸟，也饲甲足有即个心得。头拄啊，则伫咧甲阮讲当中吼，伊对13岁也着来饲蚊鸟，饲甲即嘛，所以讲伊着对着蚊鸟早期伫外国搬入来的好鸟，拢总伫咱即个黄院长遮。所以讲今仔个即个英雄，也咱即个黄院长吼啊，足好，翁啊夫妻啦吼，也即个神康力，也即马退休咧，啊拢是专门咧照顾遮蚊鸟吼，也欲一日甲咱介绍。伊的得意，伊所饲的蚊鸟，伊的放咱这甲友当中，蚊鸟一定爱饲，翁仔某感情好，第一点身体佫会好，所以讲今仔非常感谢，来黄院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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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仔黄院长，咱吼，你这个蚊鸟饲偌久啊？为13岁开始饲，饲到今年78岁。哦，65年诶。65年嘿，65年呢？啊，还在站在第一线。哇，要搁你继续比赛，搁亲身家己比赛啊！哇，足无简单，足无简单。所以讲，饲这蚊鸟一个兴趣啦，吼。对。真正实在，咱讲真正。啊，我这来这家你采访当中吼，咱这算中部嘛吼。对。这个算最上中部，也你所有的这个蚊鸟安尼，甲即马目前钓顶的安尼偌济？哦。差不多吼，不计其数啦。不计其数。我拢忘记也袂记得，我袂记得。会使讲第一届吼，像讲我这只华丽的囝，第一届入来尔，就伫嘉义，迄阵嘉义是嘉义冠分会，冠军，总冠军，总冠军，吼，总冠军。嘿，无简单啦。伊啊，这个分教当中，你即马目前所有的种甲安尼，即马有偌济？即马车700-800只。哦，干那这呐情况，较无简单，饲只分教就食倒去啊。呀，这个吼，啊，这个黄院长当中吼，诶，使讲对这个蚊鸟当中，你即马目前手中上得意的蚊鸟是多一种种类？万不浪吼，啊，卡多利斯，啊，加阳线。哦。啊，万不浪这只就是迄个较早我甲这个万不浪本人1962年甲买迄幼牛啊，上届买啊孵的弟弟。哦，安尼吼。入来安尼，啊，开始。演下来，啊！我万不浪哦，最主要倒队，我拢倒这个万不浪，倒卡多利斯，倒卡多利斯。啊！我卡多利斯较早是甲这个卡多利斯本人买的时，阵有买到迄个45号啊，油袋。45号油袋。嘿，啊！当时时，迄阵我分教是拢拜托一个，我拢家己进的啦，拢拜托一个台中哦，在美国在台协会。一个啊，做迄款职管办事处的人吼，嘿嘿，对，啊，做顾江山先生。啊，迄款你当阵才有法度，安尼算啦。伫国外办婚照之外，你算上早期的呢？应该是用这个，啊，做拜托这个顾江山办，迄阵是咱台湾上届大省的。安尼吼。包括迄个江姓哦，大那迄个名人哦，江启扬先生嘛，拢拜托这个，咱拢用这个。顾江山先生，啊，甲办的安尼吼，啊，伊英文会晓。嘿啦，因为恁迄当阵对英文你嘛较会晓，啊，若一般吼，像较早，若像恁即款年纪的时阵，迄个年代吼，迄个毋捌字的，就拢爱足济，莫讲英文，啊，就是恁这读医科的，对这个英文加减一定爱捌的。即摆吼，即摆大家放分鸟加真好命啦。哦。我较早吼放分鸟，你电分鸟是挂家鸡啊。哎，叫这啊家己啊，安尼啊撑烟线，啊去叫落去。哎，啊你拢骑，咱骑脚踏车嘛，骑踏车去布甲啦啥，啊训练哦，上啊，拢是近
近近啊，尔，迄阵也无像咱即马吼，遮发达有轿车啦吼，有啥物安尼，吼真啊都真频率真悬，啊即拢爱靠家己安尼啦，哦，靠家己去练安尼吼，真正，嘿，拢练真紧啊，嘿，对。所以讲吼，呀，咱即个黄院长当中吼，你在最近当中啊，即几年当中比赛上届值得你怀念的有多只分奖？谢谢。呀，这只的记录是安怎？伊只啊吼，全会迄个啊做闽南第一次会参加闽南第一次会的是德邦，德邦的是迄阵第二关啊，第二关的关，第二关的时阵全会当来四十二只，四十几只，啊，其中一只阿兄当来，啊，一只当来，拢总迄阵当来四十几只的是放到第三关来。大概四十几只是，我占五只。哦，两只寄伫啊做甲油呀。哎，啊，迄个啊两只啊两三只伫我本土。啊嘿。啊，我本土三只，我五只落来三只。哎。啊，一只啊两其中两只都寄两个交友。哎。哦。啊，伫啊我拢总甲第三关拢总甲这共献。哎。啊，上厉害就是一只叫团团安尼。哦，安尼吼。这大概这个大概七八代，迄上边啊一只，迄只吼第一次会，迄只综合三个，迄只综合三，啊，迄只生落来，这只车唔知第四代第五代啊，安尼，嘿，第四代第五代，对啊，最近吼拢只啊，即届这只囝佫落来，啊，去年佫生斑嘛，哦啊，啊，即届这只二十七只，佫落来七只，哇，这无简单，真正敏感吼，呀，这里。这个吼，咱这个黄院长呢，会使讲吼，啊，对着这个分教，会使讲真正很负责啦，吓啦，真价值是够迄个心得。第一点吼，你啊看七十八岁啊吼，讲话起来吼，啊，那声头才好，身体才健康。啊，那饲分教饲到身体会好，都安来饲分教哩吼。所以讲吼，今仔日吼，非常荣幸。会当来甲咱这个中部啊，来甲熟悉着咱这个黄院长吼，敢若过去敢听着讲，哎呦，迄一个医生哦，迄粉鸟饲偌济咧，啊，拢粉鸟吼，拢对外国搬入来，足济好鸟啊，就敢若想讲要来甲参观一下，要参悟一下安尼吼，所以讲今日有这个机会，也嘛足感谢咱黄院长吼，翁仔某吼，遮尔啊热情咧甲咱对待，等下带你来看咱的伊所饲的粉鸟。来甲看伊个情感，啊，甲伊比赛过之后啊，伊个真正有来历个，感谢咱所有嘉宾，谢谢。